又难了啊，又难了。要求台看看。哎，玻璃量不够。我去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来算算分数啊，台面上还有35，领先25。35-25，那黑球也没有啊，那小果冻的优势很大。耶，后十诺了，后十诺。这球不难，难就难在后十诺不好出杆。轻轻的吗？用篮球来做球，拼了！不要慌啊，小果冻还是有机会的，领先24分。把黑球打出来，有点想法，把这个局面给打活了，待会找帮忙。没事。利用一下绿球，咖啡球这边，对，利用一下这边，还是出来了，能看得到。从8点钟到现在10点半了，2个半钟。2个半钟，行，没叫到绿球，这局球就打了差不多半个钟了。
这是母球太贴库了。现在领先22，打进的话就是超分。哎，要是超分的球，那还可以去拼一下啊！超分的球还可以去拼一下。可以看看，好，超分，超分的球嘛，还是可以去拼一下的啊。哎呀，哦，脖子球没漏球。哎呀，右边的线路又被锁死，榨干了，榨干，吃一库。不行，不行，看看有没有自由球，自由球了吧？那自由球的话，粉球可以打，粉球可以打，那就不妙了。那现在基本上都是活球啊，呵呵，哎呀，这杆球晕死。这杆球晕死了，这粉球当四分来用。晕死了，超分了，哎，还被做了回来。黑球可以叫个中袋，对。这球稳，被翻盘了。打了半个钟。还被翻盘了，哎呀，本来是3-2，现在2-3。本来希望很大的。